我要赢了，把你那一屋子球衣给我。干啥呢？马上谈比赛了，天天拉长没啥意思，我想拿你试试手。把麦给我，你先跟他有点像，你先镜头出来。我说快打比赛去了。还有啥？我想拿你试试手，天天拉球没啥太大意思。今天狂了哈！我要赢了，把你那一屋子球衣给我。一屋子球衣，你只能选一件。那就那个王子亲的那个。行，那你要输了怎么办？我跳一小时蛙跳。一小时蛙跳。嗯，行，那我们一会儿给记录一下啊，几局几胜？三局两胜。怎么打？让我七分。七分啊，好，我以为你还狂的可以平打呢，来吧。回去，再回来，再起来，再回来。哎呀！哎呀！比赛追回来。一二三，东邪西毒啊！还不服？别嘴硬了，好吧？看看镜头，刚几分呢？九分。九分。服不？不服。那天在车上咋说的？六分我都赢不了你。蛙跳一小时，开始了，给录着了。你练十年，你也赢不了我。这就是挑衅的下场。